这就是你的兴趣爱好啊？对啊，我的兴趣爱好就是健身、积极、阳光、正能量。健身不应该去健身房吗？这都是小朋友玩的地方，我不玩了。嗯，谁跟你说这是小朋友玩的地方啊？你看，这是老少皆宜的活动，还是说你这个老胳膊老腿蹦不动了呀？我老胳膊老腿？嗯，你在激我是吗？玩就玩，谁怕谁呀？